好，又到动动脑时间。那我们这一题来算哈，这边有九个格子，一到九都要放进去。那我们来出来哦，这个如果这个刚开始放这一个的时候，它有九种选择；第二个呢就只有八种选择；第三种呢七种，那就是九阶啦。那九阶就是要怎么样？36万2千。884，是好。那如果我一天呢30次，一天踹30次，我要花几天呢？花要花12,096次。那如果一年来说，我要花怎么样？33年才能完成。哇塞，这样子浪费时间，太难了。这种题目啊，不要做了，太浪费时间了。哎呀，林老师靠后，我们来请什么？金泽老师来解决。好，有请金泽老师。化繁为简，贴近问题，找出关键，迎刃而解。金泽老师来了哈，这题不用花33年哈，看起来蛮困难的，其实很简单哈。那我们为了把这个哈，我们先把个整个哈，我们只要他说要花了。要花36万2,880次，那我们看我们只要花几次，而且很快速的把它完成哈。OK，那我们先把怎么样设定规则哈？我们不希望说你随便换一下就算一种，没有，我们不希望哈。我把这边设 A，再设 B，这 C 哈。那我们来规定怎么样它的哈数字的怎么样？大小顺序，第一个规则呢，要 A 怎么样大于 B 大于 C，第二个规则呢，上面怎么样，要大于什么？上面要小于什么？下面，第三个规则呢，左边小于什么？右边，好，OK，那我们来看看它总共要满足这些的规则哈。那我们说的是不是九个数字都被用上去嘛哈？是不是1+9，括号，看得到哈，乘以九除以二，所以怎么样？45哦。那我们哪边有重复呢？是不是 A、B、C 哈？那好，那我们刚刚说的1+9是45，那因为你现在分成三等份，所以45本身已经被整除了。那我们就来开始怎么样？我们第一个就是什么一啊，A、B、C、D，我们刚刚说的 A 最小，B 最大，A 小于 B 小于 C 嘛。一二三，因为它就是六来被整除嘛哈。再来呢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我们先把这个一二不改变哈，再来有一二什么？一二六，再来什么？129哈，是不是369哈？但我们先把一个东西固定，那这样哈，来，那一二已经配完了，配到九就配完了嘛，就一三。那一三什么？是不是135？可以吧哈？一三五是九哈。再来怎么样？因为这五再加三，是不是138？也到顶了哈。那我们就来怎么样？一什么？一四什么？147哈。再来配什么？156，再来呢？再六是不是加三，是不是九了？159又到顶了哈。那我们就来怎么样？168，再来呢？我们再怎么样？是不是189哈？168也差不多到顶了嘛。那这边八到六是不是差二？这差一是不是也要加三了哈？再来呢？一是不是用完了？那我们就用二。二连续数哈，二三四，好，再来怎么样？二三这个四加三，是不是七？再来爆掉了，再来怎么样？用什么？二四六，再来呢？我们用什么？二四九，因为我要把它放大给你们好看，所以我不拍我的荧幕了哈。再来怎么样？是不是258？
再来呢，因为八已经到顶了嘛，哈，是不是再来怎么样？二六七，哦，这个都是被加起来被三整除的哈。再来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不是二七九。再来用什么的话，再来是不是已经到顶了？就用什么三，是不是三就连续三四五？再来啊，三四不改，这个五加什么三是不是八？三四八。好，再来怎么样？已经到顶了嘛，就是在三五五七。哦，再来呢？再来我们用多少？是不是也差不多到顶了？是不是就三六九哈？再来我们用多少？是不是用三七八？再来呢？我们用什么？三七八也到顶了是吧？四五六哈，连续的哈。再来怎么样？四五啊，这个六改加三是不是四五九？再来呢？再来什么？四六八。再来什么？五六七。再来呢？五七九。再来。六七八，所以我们只要踹怎么样，二十九个哈，那就把全部答案出来了。那你看看，我们大概是他刚刚说要36万，我们大概是他的怎么样，12万12啊12000多分分之一啊，所以要有方法吧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分别一个，我们先。大概我们这个来说，因为有29个状况，我们大概一次分析10个，那大概分3级哈。好，我们再来哈，我们刚刚分析总共有29个哈，那我们从先从第一个哈来，我 A、B、C 是1、2、3 ，OK， 那我们就把它写上去哈，这边就写1、2、3。那我们说一加到九是45嘛，哈，那我们再加，因为 ABC 是重复的，就加1+2+3，哦，那来说是多少？6+45是不是51？那51呢除以3，哦，1+3=3，7+21哈，17哈，好，那表示它每边的和呢，哈，每边的和。和是多少？等于17哦，哈。OK， 那我们来分小项哈，来 ，A 现在是不是一？再来中间两个，再来什么 ？B 是什么？二哈，好。那我们看哈，来17减掉1+2是不是3？减3等于什么？14嘛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已经用了一用二用三嘛？那我14要配是不是有怎么样？5+9=14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怎么样？好，5+9=14，还有什么？6+8=14嘛？好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哈，我们这边先把它擦掉哦，没地方写哈。好，我们看 B 的时候，来 A 还是一嘛哈，再空格两个哈，这边这个在什么 C 是什么？好，三哦哈，这边是 C 哈 ，OK。那么是不是17要减1+3，是不是4减4嘛，等于13。好，那13来说是不是有怎么样？它的组成是有啊。4+9=13，哦，5+8=13，6+7=13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第三种是怎么样？下面这排的嘛 ，B 是什么？二嘛，哈，再两个，再 C 是什么？三嘛，那就17减2+3是5减5=1212嘛，哈，那这边来说是12的组成是怎么样？怎么样组成的？是不是有4+8=12的，跟什么？好，5+7=12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我们来看哈，我们先做第一个哈，第一个哈，来
第一个，哎，这个来说是不是五加九？来，我看这哈，五九。好，这五九用下去的时候，这边有九的不能用，这边五不能用嘛，所以这样是不是六七？就六七。好，那六七用的时候，这边有七的不能用嘛，那是不是变成四八而已？那我们第一个答案就出来了哦。我们第一题啊，好，那我们要用另外一个颜色哈。如果这边是演六八哦，哈，六八。好，那这边有八的，有六的，不要看，是不是变成这边是四九了？好，那哦，这边四不要了，那是不是五七？那我们就已经有怎么样？就两组解了哈，就解哦，第一个哦。哦，踹第一次就有两组解，真强啊！那我们可能会分三次把它完成。好，大家要怎么样？继续收看。谢谢大家。找错老师，数学很难；找到名师，数学好玩。没有教不会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。还在为数学烦恼忧愁，想得解脱，救星在此。奈 ID 0918568516， 金哲老师。